所以我反而觉得这个族群里面，短线来看裕金光强，时间拉长来看台光电、文茂、全新会比较强，因为下面那几档跟手机、跟消费性电子的复苏有关系，所以下半年会来。华冠投顾首推证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，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华冠投顾111金管投顾新字第015号。